今天是个杀人的好天啊！啊！将于成龙、周瑞和给我押下来。走，快点！走！退下！快下！快走！快走！ 老五，我看看这个临死的人到底会说些什么，听他讲讲也无妨嘛。爹，娘，先生，他爹，家园，来卜村的父老乡亲们。 今天卡尔奇杀了我和周大人，就离朝廷审判他的日子不远了，就离归还我们土地的日子不远了。我相信，一个新兴的王朝绝不会允许像卡尔奇这样欺凌百姓、无恶不作的官吏存在。他这样的官吏是国家的蛀虫，是天下百姓的死敌。 我相信朝廷和皇上绝不会允许这样的官吏继续祸害百姓的。先生，于成龙读了近40年的书，今天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成龙。 为政以德，先生。是为永宁的百姓而死，我于成龙替他们谢谢你。我不要你谢，我是永宁百姓的父母官，我做官从前朝做到新朝，做了几十年，今天真是个天大的笑话。但是我此生最大的收获，就是结交了你这么个朋友。 我倒要谢谢卡尔奇，是他让我认识了你，成龙老弟，这是咱们的缘分。给我套上！成龙，看见了，前面就是永宁书院，走走去书院，撤撤。周大人，你也是一个读书人，我们马上就要上路了，我想叫你一声先生，好吗？好得很。子曰有酒食先生传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但有了弟子，还有弟子奉送的酒食，何乐而不为了？ 于成龙的先生，我周瑞和当定了。周先生，弟子这厢有礼了。 我没有给二位准备上路的酒菜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不过，刚才二位的自乐，也就是最后的消遣。于成龙，你真是咎由自取。 家事，卡尔奇接旨。微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山西永宁守备瓜尔佳氏卡尔奇悖逆朝纲，违禁圈地，陷生民于水火，置社稷于不顾，祸及家国，罪孽深重。乾坤朗朗，律法森森，着消极去职，就地处斩。 卡尔奇，还不领旨谢恩！罪臣谢主隆恩。来人，就地正法！大人，请将罪臣卡尔奇拖出院外行刑，不要玷污了我永宁书院的圣洁。来人！ 拖下去砍了！是，走走。立，永宁守备衙门千总佛朗，把总纳武，加号3月，鞭100，消极为奴，流放宁古塔，永不释还。罪臣谢主隆恩。永宁知州区一鼎，王胡职守，渎职不认，着加号1月，鞭50，降2级调任。罪臣区一鼎。 谢主隆恩，走，走。吾皇万岁！吾皇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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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，兄，爹。 回来了，哎，跟上。听说修为就要开始了，成龙兄今年可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人家成龙和你都是举子身份，哪像我柳继阳啊，至今还是一个不成器的穷秀才，可怜呐！一无家资，二无功名，三无子嗣，原来还有一个老婆。 不到白头便撒手人寰，离我而去了。人比人气死人。秦阳，我觉得呀，你比我们俩过得都好。好什么好啊！我可是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啊，整天冷锅冷灶冷炕头啊，吃了上顿没人想你的下顿，怎么和你们比呀？哎呀，你看看，这晋阳兄说的我，真是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算了吧，你眼泪快掉下来了，我可是欲哭无泪啊。 秦阳，我从小跟你一起玩尿泥长大，我怎么没发现你过得那么凄惨？我反倒觉得你过得最有滋有味儿。成龙兄啊，你想不想让我过得再好点啊？那当然，你过得好啊，我比你都高兴。哎，成龙兄，我能不能跟你说个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 看上一个人了，看上一个人啊？看上什么人了？哎呀，晋阳兄，你倒是快点说嘛！你到底是看上谁了吗？你能不能不这么看我？我又不是怪物。这心里有鬼啊，才怕别人看呢啊！什么鬼啊？我看上就是看上了，什么鬼不鬼的？快说，看上谁了？咱村的好女子多的是，你说出来，我于成龙给你保媒。 真的，男子汉大丈夫说话，一个唾沫一个钉儿，砸在地上响当当的。我看上你家石玉兰了。谁？石玉兰呢？这样，石玉兰是个好姑娘。这个媒啊，我保定了。有你于成龙做媒，我柳继阳，什么都不说了。 告辞，告辞。用脂粉，见过千万，难比小姐美容颜。你是石玉兰？啊，你是？哦，嘉良，邢嘉良。佳媛姐，嘉良回来了。嘉良，哎呦，哎呀，嘉良，嘉良，哟，你回来了，真是嘉良回来了，大娘回来了。 干啥呢？玉兰不认识吗？哦，认识认识。哎呦，嘉良，啊、你这大包小裹的，怎么还没有回书院去看你叔叔去呢？啊，还没有呢，这不是先来看看大娘您吗？哦，你看这孩子多会说话。哎，我姐夫呢？你姐夫不在家。哦，哎，姐，这是从天津给您买的布，大娘。 哎，这是天津18街的麻花，您尝尝鲜儿。哎呦，真懂事儿，这孩子。嘉良，这得花多少银子？哎，没花多少。嘉良，走进屋去。好好好，走走走，快进屋来。走，哎，来进屋。嘉良，你可是回来了。你这一走啊，把姐吓得，姐还以为你被卡尔奇的人抓走了呢。 哎呀，姐，你就放心吧。嘉良，喝茶。哎呀，谢谢。你不知道啊，从你呀一走，你姐姐天天的念叨你。大娘，哎，这天津麻花啊，你也让邻里邻舍尝尝，他们估计都没吃过。对。还有，你看这个东西怎么分啊？对，还有这个，哎，这个呀，给庭园或者庭义都行啊。好。哎呀，这孩子懂事了。哎，快坐呀，快坐。 没事，我不做。嘉良，哎，姐夫，你这是？哦，对对对，怎么能把你忘了呢？姐夫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这是我特意从天津给你挑的，来，哎，你看看怎么样啊？这孩子真懂事了，快坐吧，快坐下。嘉良啊，你走了这么久，你去哪儿了？哦，我去天津了。去天津？ 啊！啊！就那天啊，卡尔奇圈地那一天啊，我一慌张，然后呢，我就跟大家跑散了，我就跑出村了。我一跑出村，我就想，那我就接着跑吧，我就跑到了永宁。哎呀，反正辗转，最后到了太原。到了太原啊，我认识了一个天津人，我跟他聊得还挺投机，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天津。 你去天津干什么？怎么一下子带回这么多穿的、戴的，还有这么多吃的？啊，我呀去天津做生意了。你做什么生意？盐的生意。嘉良，你跟我来。哎，那你们先坐啊，坐。 娘，你看这个，成龙哪能带得出去呀？啊，哎呀，你怎么能做了盐的生意？全国所有盐厂的盐，全部归朝廷户部专管。凡是做盐生意的人，都得先到户部登记造册，户部才会发给他们合法的盐引凭证。你既不是生意人，又无本银，怎么会做盐的生意？那盐的生意可是大生意。姐夫，您说的没错。 盐的生意的确是大生意。嗯，你给我说说，你是怎么做起来的？哎呀，姐夫，我也是跟别人一起做，我一个人怎么做得起来呢？您可是不知道，盐的生意大得不得了，特别是盐引，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贩卖盐的凭证，那就是钱，一张200斤的盐引，倒手一卖就能赚6两银子。你想想，要是1万张这样的盐引。 倒手一卖能赚多少？那就是6万2白银啊，姐夫！等等等等，你先告诉我，跟你一起做生意的人是什么人？人家是正经生意人。他做什么正经生意？哎呀，姐夫，人家是天津聚德义盐行的3掌柜，人家天津聚德义盐行那可是大盐行。您这么盘问我，就跟我干了什么坏事似的。 嘉亮，你叔叔觉得你不是块读书的料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不过，话我跟你说到这儿，你想做生意可以，做什么生意都行，但是坑人害人的生意不能做，投机取巧、违法乱纪的生意更不能做。你可给我记住了。放心吧，姐夫，就是不守规矩的生意拉着我去做，我也不做。好吧。爹，舅舅，你回来了。廷义。对了，爹，周瑞和周大人来了。 现在在戏台等您呢，周大人啊！来来来，快进来，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！走走走走走，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呢？你哎，进屋进屋。今年的收成咋样吧？啊，还凑合，凑合啊！哎，那挺好。周大人。 周大人，真没想到您会来看我。咱们分开有段时间了，先不说分开的事，你先把称呼改了吧。什么称呼？永宁书院刑场上的话，你这么快就忘了？哦，您是说？对，以后不要叫什么大人了，叫先生。对，叫先生，叫先生。 周大人，嗯，周先生，别光在大街上站着，先请到屋里坐。不了，我是来向你告辞的。告辞？您要上哪儿去？我又当官了。是吗？当什么官？山西提督学政衙门的副学政。学政衙门的副学政，正五品，不得了啊！周大人，周先生，先到屋里去。 今天咱们得好好喝两盅。哇，成龙老弟，咱们俩没必要这样。再说我今天就要上太原了，您这就走啊？对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马上就要开始今年的秋闱科考了，你有没有意思再参加参加？ 怎么，不想参加了？说心里话，想，真的想。你也知道，我于成龙今年已经快45岁了，20多年前中了一个副榜共生，以后就再也没啥出息了。哎呀，过去50、60岁中不了共生的人多的是，你20岁刚出头就高中副榜共生，这还算没出息啊？好，周先生，我去，我一定要去，我一定要在我45岁的时候，中一个真正的举人，赶明年再中他个进士。哎，对了嘛，这才是我眼里的于成龙。哎，周先生，你还没到屋里坐呢，我在太原等着你。 娘，今天周瑞和周大人来过了。嗯，他说今年秋闱科考马上要开始了，这是好事儿啊！你快去吧。娘知道我儿心高，娘还知道有出息的男人心更高。我儿要心不高啊，就斗不败那个卡尔奇。 看来啊，娘比儿的心还高。那当然，娘就是心高，跟我儿一样。不，是儿跟娘一样。娘，哎，我给你捏捏背吧。好啊，前些日子我儿遭了大难，好长时间也没给娘捏背了。来。 捏吧，哎呀，舒服。娘，嗯，我想跟您说个事儿。说吧，有人看上石玉兰了。谁呀？晋阳，柳晋阳看上玉兰了。晋阳看上玉兰了？我也没想到，今天在桥头啊，他自己跟我说的。我想啊，晋阳看上玉兰也是个好事儿。再说玉兰现在也算是咱们家里人了，晋阳又是我打小的朋友，人品好。 我就大包大揽给答应了。啥？你答应下了？是啊。哎呀，这男婚女嫁的事儿，你怎么也不回来跟娘和你媳妇商量商量？你当下就答应下了？怎么了，娘？有什么不合适？太不合适了。为啥？嘉良看上玉兰了。嘉良看上玉兰了？是啊。 嘉良从天津回来，一眼就看上玉兰了。那不算，你人家晋阳从玉兰进咱们家开始就看上了，那嘉良就看了那么一眼，那不算。可嘉良已经跟娘说过了。娘，就算嘉良跟娘说过了，那还有个合适不合适啊？嘉良想娶玉兰，那还要看玉兰愿不愿意，而且。 我已经答应晋阳，帮他保媒了。晋阳谁都了解，嘉良怎么能跟晋阳比呢？哎呀，算了，别说了，今天就听娘的。这件事儿就让家园去跟玉兰说，咱们谁也别插嘴。玉兰，啊，你看，这是我特意为你挑的簪子。我不能要，你给佳媛姐吧。可是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呀。这么贵重东西，我真的不能要。你不喜欢啊？不是我。哎，那你就拿着吧，我去书院了。哎，呀，对对，那个月牙子睡了啥飘？人家该那个都说是咱们两个好。 小车的女人儿，瞅见那个酸瓜就不能收手。 佳良，这是又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。我去我叔那儿了，我跟他说了玉兰的事儿。那我爹咋说？他说我配不上玉兰。姐，你笑啥嘛？你也觉得我配不上玉兰啊？姐是觉得你和玉兰的年龄不合适。村里女的比男的大多了，都成亲了。 那怎么到我这儿就不合适了吗？而且村里还有一句话讲什么“女大三抱金砖”了吗？佳良，婚姻不是儿戏，两个人要在一起过一辈子，可不是3天2日的事儿。哎，姐，你是不是还没跟玉兰说这事儿呢？没有。这都几天了，你还不跟玉兰去说？佳良。玉兰是个好姑娘，懂事儿、善良，品性也好，人样样也好。这石家和余家又是世交，我可告诉你，自从玉兰投奔到余家以后，你大娘、你姐夫，包括姐，都把玉兰当成了亲人，当成了一家人。那我娶她，那不就是亲上加亲了吗？哎呀，姐，玉兰有多好，我心里清楚。 他受了那么多苦，来到咱家以后，知道感恩，知道报答。那这样的姑娘，我能不珍惜吗？你知道珍惜就好。而且我还去了趟川口村呢。你去川口村干嘛去？我去玉兰他们家坟上看了看，我寻思着给玉兰和玉林他爹的坟修一修，石料跟砖我都准备好了，而且墓碑都让石刻师傅给刻好了。这也算是我对玉兰他爹，哼。 对我的岳父大人尽的一点孝心。家良，你说的这是真的？假的，行了吧？姐，是真的，我真的喜欢玉兰。家良，姐真没看出来你对玉兰这么好，对她这么上心。那你还不赶紧跟玉兰去说？行，姐知道了。 你让姐再想想，跟她怎么说啊？你先回去吧。嗯，赶紧走吧啊！那你一定要说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在我这儿叨叨了，赶紧回吧。不是，这又怎么了？我帽子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！ 都要当新郎官的人了，还没个正形儿，是吗？哎，那我走了。啊，走吧。谢谢姐。先生，今年的秋闱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是先生。你会去参加吧？周瑞和周大人调任省学政衙门当副学政了，是他。不管周瑞和做不做这个副学政，你都会参加科考的。是先生。 拜圣人，敬寿。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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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生。佳媛姐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姐也是过来找你的。哎，玉兰，快坐下，坐下说。佳媛姐，这个银簪子是佳良送我的，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，你帮我还给他吧。佳良给你的，你就收下吧。真的不能要，这也是佳良的一片心意。 姐就是为家良的事儿来的。啥事儿啊？玉兰，家良看上你了。啥？家良从天津回来，就一直在我耳朵旁念叨你，他还专门过来找我，很认真的跟我说，让我给他保媒。可是，我比他大呀。我也这么说，可家良说。 你大三抱金砖，他这刚回来也不了解我，他就要娶我啊！玉兰，你家的事儿佳良都知道，佳良可心疼你了。他还做了一件事儿，连我都没想到他对你这么上心。啥事儿？佳良知道你爹的事儿以后，就偷偷的跑回川口村，给你爹垒了座新坟。我可是从来没见过佳良对一个人这么上心。玉兰。 佳良还跟我说，只要你肯嫁给他，他就会对你好一辈子。怎么，玉兰，你没有看上佳良啊？我没事儿，姐不强求你。这婚姻是女人一辈子的大事儿，姐也不能为难你。佳媛姐，这事儿我要和我哥商量商量。 也好，那你就先跟你哥商量商量。姐先走了。嗯。哥，玉兰，进来啊！哥，玉兰，有事啊？嗯，坐。哥，佳媛姐来找我，说佳良看上我了，想娶我。佳良要娶你？嗯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 咱们落难了，人家余家收留咱们，这是人家重情义。要是因为我让外人说余家的闲话，那就是咱们的不是了。而且邢先生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佳良又是邢家唯一的独苗，人家既然提出这门亲事了，于情于理，咱们都应该答应。玉兰，你这是为了报恩，不是要嫁人。如果…… 你是为了报邢家和余家的恩，才答应这门婚事的。哥可以告诉你，恩哥去报。哥答应过爹，要好好照顾你，不能让你受一点委屈。哥，我不委屈。你想想，余家跟邢家待咱跟亲人一样，现在余家像嫁闺女一样把我嫁到了邢家，两边都是亲人，我怎么会受委屈？哥，你别担心了。 玉兰，你忘了卡尔奇圈地的时候，邢家良不顾邢先生和他姐的安危，一个人不声不响的就走了。我觉得他就不是个男人，靠不住。他可能胆小，被吓着了。哎，这次家良回来可不一样了，连大娘都说家良懂事了，会尽孝道了。 而且，邢先生可是方圆百里德高望重的人物，他家的孩子不会有错的。对了，佳媛姐还跟我说，佳良背着咱们。 把咱爹的坟给修好了，我听了，觉得心里挺热乎的。他心里有我，我相信他会对我好的。哥，爹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婚事。我嫁出去了，爹在九泉之下。 也能安心了。月兰，你自己可想清楚，女人一旦走出这一步，可就不能回头了。既然你已经做出了决定，过两天，可抽个时间，回家把家里的房子跟地交给二叔打理。哥答应过爹，要照顾你一辈子。玉兰，你在哪儿，哥就在哪儿。 读书须知天下，大道一心向往。百目千帘万里路，爱一轮红日好朝阳。梦里几回家。 流水伴着泪水唱，黄河九曲向东流，归途总比去。 男儿情深，写志向，笑在中泪酬情长。天理良心。 双眉落日难大家，男儿情深，写志向，笑在中里酬情长。